29条，佢话咧 A 同 B 嘅坐标就系 -2a 啦，同埋 B 7啦。咁然后咧就话个 midpoint of AB 就系15，咁要你揾翻 A， 咁揾 A 咧就记住啦，揾 A 就净系关个 Y 事嘅啫，就系关呢嚿嘢事，咁啊同前面个 X 冇乜关系嘅，咁所以咧去做嘅时候咧，咁你就写翻条式啦，咁就系变咗 A 加7咧除翻2就应该等于5嘅，咁你就有咧 A 加7咧就等于翻10啦 ，A 等于翻3。咁所以呢個係 B 嚟嘅。